2022户民中华印记协会。万物流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智慧菩提》。汝持准提咒，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，若宣若即若悟非悟，若心若厌，无非此咒现体，即我妙心刻刻流露。如是奉持，必获果证。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，当诵我记两行秘密，即汝本心，莫为法少，是法甚深。汝死拜访僧尼法师，男女之间不可太过亲近，应保持一定距离。尤其汝死拜访法师时，应留意自身的言行举止。女众拜访比丘或问法义，必须两人以上同往，衣服已整齐朴实，不涂香水及过多的装饰。男众拜访比丘尼法师也应如此。无论是新出家之沙弥、沙弥尼，还是已受具足戒之比丘、比丘尼，皆应平等恭敬供养，方能如法得益。入殿礼佛绕佛，可得五种功德。凡入大殿，应即向佛礼拜或绕佛常念甚好，如此当得五种功德。一者，后世得生端正好色；二者，得好音声；三者，得生天上；四者，得生王侯家；五者，得涅槃道。礼佛后当即退出，切勿在殿内大声喧哗。于寺内用时，
应随喜培福。若于寺内用餐，斋毕应随喜供养道场，以培植福田。佛寺所受用之任何饮食，皆为十方善信所共同供养，而为了长养自身福德，并随喜他人供养之功德，于寺内用斋后，应随力供养道场。佛殿中央不得站立或礼拜，不得将随身物品任意放置。大殿中央位置为方丈和尚礼拜之位，故不得于中央位置礼拜。入大殿礼佛前，应将随身物品、衣帽、手提袋等放于地上或寺内之置物柜，不可置于殿内之供桌上或随意放置。入寺时，服装应整洁朴素，切勿让小孩于殿内奔跑嬉戏。女众至寺中礼佛，不可穿着迷你裙或露胸露背之服饰。因如此穿着，在跪拜礼佛时不甚方便，也有碍殿堂的庄严。男众至寺中礼佛，也应避免穿着露臂的上衣及短裤。若父母带小孩至寺中礼拜，不应让孩子于寺中大声喧闹，或让小孩于殿内随意奔跑，乱动器物。在家佛弟子拜访法师之礼节，凡入佛寺，若遇法师，应向法师顶礼，并应答阿弥陀佛。不可直呼法师法名，应尊称某某法师。不可于师前讥笑，凡答谢法师，皆答阿弥陀佛。于行路中与法师偶遇，应停足向法师问讯后离去，不可闪避而过。欲入师房，应先叩门三声，师若应方入，若不应声，不得强入。
因随离去。在家佛弟子是师之礼节，师之座位、床及其衣物皆不得坐用。师若坐，应当在旁站立；若不命坐，不可坐。站立时，不得靠壁斜立。师若有所事，应低声趋前，随听师命。若有人问师之上下，应称上猛下猛，不可直称师之法名。礼佛敬佛，应如法庄严。礼佛之事，应庄严正确，不可倾斜不正。弟子与师，不可同拜一人。捧佛像时，不得向人作礼，佛像亦不可低过腰部。凡佛桌上有灰尘或香灰，应用干净抹布擦拭，不可以口吹去灰尘。佛典、三宝圣物皆不可以口吹气。经典放于桌上时，不应超过桌缘。不要忘记上师，时时向他祈求。不要随顺妄念，时时关照自心。不要忘记死亡，时时谨守戒律。不要忘记友情，时时回向功德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应一而再地为所有众生的利益许下广大的愿望。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，愿一切众生达到究竟之境。